你是计程吗？对。你出门等多久？我可以回答你问题。请先告诉我你是哪个月，然后我会觉得非常奇怪，是因为我可能最迟只有两三天，然后两天才到。但是呢，昨天我不想惊动大家，我问你为什么迟到，你还是不知道。那他不是跟你同事吗？是为他也很少这样，但以前有吵架在人家。昨天是飞机太急促。跑过来跟我说，我们都有个事，然后上面有新的，他是在用新的钥匙之后，但我看到几个，我只看到他的身体咬伤都不是，只不过是被东西伤到，我都看不出来，也许是会有一些变化，我不知道，我一看就知道那个时候，他穿的绿色衣服，我妈妈穿的绿色衣服，他不穿。黑色、白色之类的，裤子也是黑色。然后呢，远景很好心的有给我看一点点的照片啊，对吧？是晒照片。我特别要求说，我要确定，请看他把头发剪起来，看到脸。我不知道事情能怎样变化，看起来不是我年轻。对，所以你才说不愿意说承认说那是。不是承认不承认啊，我认得我母亲啊，是我没有，我不是无非精神问题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昨天的时候他们就跟我讲说，我就说他们做笔录的时候也是这个公式，就说哎，死者是家属，我说啊，我看到的不是我母亲，怎么是死者家属？他说没有，然后来就改了，就很多细节啦，中华民国法律我比较不懂。那然后我现在心情，我可能激动了一下，但是我现在心情是很平稳，因为我还要工作。是因为我看到的那一句是，是我感觉不是我母亲，他不是我母亲，啊，所以我在考虑如何怎么讲呢？又有一个记者朋友发消息发微信发赖来，输的家人朋友电话，我已经不想接了，因为我接下来要。我因为没有机会，也不会有什么情绪，我是尽量这样。结果今天下午来问这边还没有出来什么，他们说我去淡水分局。那淡水分局那边有认识，他们现在是检察官的问题。那我的亲戚前经纪人兼好友又在越区，结果他们说那位朋友还没回，然后我就被拘留越狱好几天。那我甚至敢确定，大家都很认识。其实我不太喜欢这样，因为一人归一人，没有工作的时候我就是一个人。好，其实我想回家，一个人独处。我没有，我难过是我的事，也许我不难过，你知道吗？这是一个很累，但是没有解决的事情，对吧？所以刚刚吃完饭，后来他们有通知我说有结果了，但是给了违章单子，我不知道怎么办。那人家第一件事就给你下单，所以明天我们到这边。你说您最近的状况是会有续集，是？其实这件事我非常高兴，因为记者朋友，现在我知道某一个人写了一篇之后，我问你们，中华民国法律有多久？是没有。好，我现在坦坦白白说，我每天晚上都被你忘，我有一瓶酒就在我床。晚上自己的我在哪呢？那我再跟你，请你这一段，我希望我进去。我明白慈济的电视台会比较敏感，但是我在工作期间，白天很早，不管早上到晚上，在慈济医院或是他们的校区，是根本抽烟不喝酒。那我也走不出去，因为很远，所以我一整天也没有抽烟不喝酒。但是呢，有时候前一天晚上喝一喝，第二天有一种气，也许某些人稍微负担，然后就开始去买，然后就来跟我讲。其实我已经发过一次脾气了。我科普一下，法国剧组是法律规定要有红酒、白酒在现场。我教我的工作，今天除非你做的是建筑工，我问你啊，会有危险，叫我不能喝酒。更何况我工作时间没有喝酒，更何况我每次都一条过，你听得懂一条过吗？
没有 delay 任何的时间，因为是我在等，不是别人等我。那我脸也没有红哦，那可能你们到点准时，那你们记得同仁不知道你们哪里是谁，就这样。然后再加上之前的落魄啊，我落魄也没有觉得我落魄过，是大家觉得我落魄。然后第一次我住在百万，我新闻出来是因为有一位姐姐在民视，当时我还在民视的时候，我从大陆回来，我在大陆太多年，因为大家都是实话实说。然后我是很轻松的说，他问我，哎，为什么你去民视都没有给你工作呀？我说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哎，在这里，说你家经济可以吗？我说没有什么，欠一百多万。我正常来说，一开始就已经超过一百多万，就是在这一段时间就顺利，然后就会变成渲染成哦，我落魄，我其实很随便，价值的，就是单人，这个算是偶尔吃个槟榔，坐在边喝个酒，有时候坐在路边很累了拍戏。我可以坐在那边抽一烟，就是这样而已。那有落魄吗？有犯法吗？你们中华民国法律请问有犯法吗？我一般碰到台湾人，我的朋友都很有人情味，但是媒体写出来就会变成这个样子。那我现在只要重申一句：第一，我母亲的事情还不严，所以我没有任何犯法。第二，我这个人非常阳光正向，钱不是钱。好，我没有落魄。如果你们觉得大家，如果有人觉得我现在是一个低三下四的人，那是你们看的，根本没有关系。